玛丽，早上好啊！罗罗一早的就要起床，还挑了她想穿的裙子。那好吧，那就带你出门。OK， 都准备好了，走吧。趁着天气好，带你去洗澡。去吧，等一下回来接你。那个时候就可以逛逛街，买点小东西。好啦，买完回家喽。回家第一件事，舒服的洗个澡，还能把追剧安排上。洗完澡，简单的护护肤，你们也要一样哦，不要熬夜对皮肤好。晚安。